老爷皮紧，帮他松松。哎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没宝贝，没有，我瞎编的。你们中午没吃饭呢，给他挠痒痒呢，使劲打！我给我阿玛了，那你阿玛把宝贝藏哪儿了？可说呢，他藏哪儿我是真不知道了。打！别打了！我知道啊！哎呦！真知道吗？真知道！哎呦喂，我娘哎！额娘阿姆老佛爷，咱能好好说话吗？上来就抡拳头动腿的，我阿姆给我额娘了。那你额娘把宝贝又藏哪儿了呢？可说呢，我额娘放哪儿？那我你也不知道吧？哎，对喽。行了，哎呦，我算看明白了，这小子呀，满嘴的屁话，打他没用，得打他呀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人呐？爷呢？贝勒爷没回来啊？没有啊。他们最后明明去的瑞云祥，一转眼的功夫人不见了。我问掌柜的，掌柜的也不知道。谁们？贝勒爷和娄老板。啊？那你当时干嘛呢？我当时睡着了。不抽你。你什么时候睡觉不行？偏这时候睡。爷不见了，他不是去请唱堂会的人了吗？是啊，他后来又跟着娄小月去逛街，结果东西拉回来，两个人都没了。少奶奶，他们俩该不会是私奔了吧？你先别着急，海兰走的时候身上没有钱，走不了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哎呀，都说了不办这喜事儿，现在可好，办着办着把爷都给办没了。你先去德月楼看看有什么动静，再派一些人到处找一找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先别让王爷他们知道。知道了。你放开我！哎呦，这小脸蛋粉嫩粉嫩的，我还真舍不得下手。要是让我亲两口，我倒是挺乐意的。我去！你要干什么？好了，
好嘞，吃一口。这是什么呀？窝头。别喂了，跟驴粪蛋似的。这时候还跳什么呀？丁宝，哎，过来。哎，什么事儿，师傅？你师姐呢？她跟哈贝勒买东西去了。按理说，她应该回来了。这不胡闹吗？这个啊，哎呦，人家都成亲了，还跟着人家鬼混。去，把她给我逮回来。刘金说的到底什么宝贝啊？你有什么就给他，不就完了？值当的把自己弄成这样。要那么简单就好了，一言难尽呢。那咱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这俩死窝头，这变了干蒜，咱也就撑个两天的。咱现在得赶快让家里人知道咱在这儿呢。咱现在出都出不去了，怎么让家里人知道啊？嗯，我有法子，拿着。来人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，哎，嚷嚷什么呀？我受不了了。我要回家，我告诉你还不行吗？嗯，那宝贝在我们家花园井里头，你放了我吧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我对不起我练祖练宗啊！皇上，臣弟我对不住你啊！哎呦！别喊了啊！拿着。干嘛？立个字据，写上“宝贝在你家井里”，签上你的名字，找着宝贝就放你。那么多事儿，写。写完了就放了我吧啊！对，我也受不了了。哎。我的列祖列宗啊，哎呦喂，我可缺了大德了，哎呦喂，哎哎，咱呀，给咱报信儿去了，救你鬼！